一拍这醒目就代表开书了。今天呢有个特殊情况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大家看门口这牌子，就是我们演出的预告节目单，上面写了有三个节目，第一个节目姬鹤舞表演三国，张松献图。不得不遗憾地通知大家，啊，北京德云社德云一队优秀青年相声演员姬鹤舞，不幸于今天早晨起来8:12在家里边脚气犯，吓一跳啊，没什么大事儿，来不了了，也不是脚气犯，得点病啊，姬鹤舞得点病，鸡瘟。不是，姬鹤舞啊，体温升高啊，就简称的姬瘟，没什么大病，估计过两天就能恢复。正好赶上这评书给我们打电话，也表示很遗憾，不能和亲爱的观众见面，自己都哭了一半了，不是真的假的啊，反正都这么说的。希望跟大家见面，相声那边他也请假也没说。评书是接着上次说，他也没说，估计身体实在是盯不住了。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明天早晨我们也有事儿，也得请假，啊，还得上八宝山送他去。但愿不要这个样子吧，啊，希望他能挺过这一关，好人一生平安，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说两句闲话，这个书馆啊。开张以来我们几个队轮流演出，承蒙各位朋友在这儿捧场支持我们这帮年轻的演员胡唱胡说的，一点不是谦虚，拿我来说呀，对评书可以说还没您各位熟呢，一知半解都谈不到，但是既然各位您捧场，就有了我们努力的这么一个动力，尤其是今天没有到场的雅欣师哥，各位您写信的时候都替我问候一下，下午还见着他，晚上好像有一什么活动，回来把今天的节目精神传达他。闲言少叙，书归前文，咱们这部书叫做《五鼠闹东京》，现在正然开始啊，到了比较热闹的地方。五鼠就是江南武艺，大爷钻天鼠卢芳，二爷彻地鼠韩章，三爷穿山鼠徐庆，四爷翻江鼠蒋平，五爷锦毛鼠白玉堂，这么五鼠是他们的外号，到了东京汴梁城要大闹开封府。上次咱们正然说到二闹开封，头闹开封纪检刘刀，二闹开封石惊赵虎，进皇宫提尸杀命，夜吊何长喜，这是咱们三周之前在这个地方咱们说到这儿，石惊赵虎这个事儿不怨白玉堂。赵虎这人呐，是个说句文词儿吧，是个混蛋，说句天津话是个棱子，其实人不坏，老吹大牛，展昭展雄飞跟他们哥几个一念叨说有这么一位白玉堂，其实来说是个朋友，但是因为我呀外号叫玉猫，把这位朋友得罪了，我叫猫，他叫鼠，天下只有鼠吃猫的道理吗？这样展雄飞也有糊涂的时候，安菲尔德注意形象，所以说他对我记恨已久，没有办法，这是皇上封的，官封为玉猫，我不想叫玉猫，皇上给我封的玉猫，得罪了白玉堂，得罪了这位兄弟，这位朋友。赵虎不服气，白玉堂有什么了不起的，他是没来，他要来了我这个屋，赵虎手里拿着一酒杯，我俩脚趾这么使劲一捏，我就能把他给捏死。当然这话也大点，白玉堂就在房上待着，路上说话草里有人，河里说话岸上有人，隔墙有耳，可就让房上的白玉堂听见了，斗囊之中拿出了弹丸大小的一块石子，一抖手照着屋里的赵虎啪嚓就扔过去，这块石子隔过了窗户纸，正打在赵虎拿着酒杯那手背上，当时就肿了一小馒头，酒杯掉地摔得纷纷碎，这叫白玉堂石惊赵虎。
接完赵虎之后，展昭在屋里呢，书把灯这么一吹，腾腾一下子翻身上房找白玉堂。白玉堂没走，穿着一身白，一般的行侠仗义的人到了晚上都要换夜行衣靠。所谓夜行衣靠，就是黑裤黑褂，黑的，晚上天不是黑吗？这叫保护色。唯独白玉堂浑身穿白，可得挂素，晚上出去照样穿白。我不怕你看见我，你看见我你也打不过我。他就有这个把握，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的人呐、啊。展昭跟白玉堂二次见面，原来见过面，这个白玉堂还救过展雄飞的命，但是说没有什么深交。一看白玉堂，一看他是展昭，双方这么一动手，白玉堂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轻敌了。他就觉得天下唯我独尊，别人都不行。没想到展雄飞那也不是白给的，皇上跟前四品带刀护卫，给皇上当保镖，没点能耐行吗？甭说别的，你给郭德纲当保镖，480多斤，那能行吗？不行，精明强干，不到三招两式，让展雄飞啪啪一下把宝刀削一半。那白玉堂这是面子问题啊，自己的兵刃让人家都给削断了，这还有何简面？白玉堂把剩下的一半刀照着展雄飞就扔过去，展雄飞一躲，躲闪不及，没见过这种暗器，半了刀谁见过这个？没见过，躲闪不及，把脑袋上的帽子给打掉了，头发散落了。借这个机会白玉堂跑了。白玉堂住在哪儿？住在这个太师的府里，文昌阁，就是书房，在那儿住。他没往那儿去，上哪儿去？进皇宫。白玉堂心里话，我这辈子要到皇宫大内里边转一转，这辈子我就行了。啊，我行侠仗义，我进过皇宫，这到老了这都能说古去啊。现在也有侠客，也有剑客，也有武术家，哪位半夜来趟中南海怀仁堂里边坐会儿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哪位要真进去没被逮着，您算露脸了。但是一般都是有去无还了，蹦着进去的，抬着出来的，只能是这样。那个地方能随便去？白玉堂不然，他就觉得天下唯我独尊，任我翱翔，没有我白五爷去不了的地方。他哪有功夫？多高的城墙挡得住君子，您挡不住小人呢。小人有的是办法，跟咱家里这锁一样，防君子防小人。防盗门，我这防盗门可好，18000块钱，那也没有用。多好的门，7道锁8道锁进口锁，一根九字印就能开。真的，你多好的锁都有破它的办法。有人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现在这句话不成立。很多时候一把钥匙能开很多把锁，这很多小区都是，什么电表啊水表啊，那都一把钥匙开。很多时候一把锁好多把钥匙都能开，这好多把钥匙还都不一样。行侠仗义人有镖囊带着镖囊，没有镖囊要带着百宝囊。百宝囊里边火折子、火扇子、打狗饼的问路石、飞链、爬绳索、拨门的小刀，还有万把的钥匙。所谓万把钥匙，不是一万把钥匙，一把能钉一万把，一句能顶一万句啊！万能钥匙，它既然叫万能钥匙，什么锁它都能打开。行侠仗义的人不在乎这些东西，防君子，咱出门了把家里锁上，人家来了，亲戚朋友串门了，一敲门没人开，一推，哦，锁着呢，不在家，咱就走了。坏人来不行，敲门那是试探，你要给他开门他就说找错了。您这是有换房的吗？谁有换房的？对不起，我找错了，他走了。你要不给开门，他敲门可就进来。锁这种东西防君子防不住小人，和皇宫的城墙一样，皇宫城墙再高，高万丈，它得有个头啊。
它不是圆形的，包起来了，没有接缝进不去，不可能。白五爷上了城墙去了，你看，也有巡查的人呢，一波两波过去，进了皇宫内院。简短截说吧，上次咱也说过，没必要多余重复。进皇宫提尸杀命，夜吊何长喜。何长喜是谁？是宫里的一个小太监，刚认了一个干老，就是干爹，可也不是他愿意认，是干爹认的他。这里边就有事了。一般的咱往上攀，有头有脸的，有名有姓的，我认您当干爹行不行？玩去，人还不要咱，主动收干儿，这里没有什么好事啊。夜吊何长喜，拿着那个裤子撕吧撕吧，接好了，吊在树上，啊，扬上裤，帅，袜子脱下来，那个里面啊朝外塞嘴里头，不许说啊，只许跟包的人说，把何长喜大半夜的就给吊在树上了，提尸杀命，杀的是谁？官。这郭安呢是大太监郭槐的外侄子，郭槐不是死了吗？想当初陈州放粮死了，对班班陈林记恨在心，那是他侄子憋着给郭槐报仇的，就因为这个陈林害得我叔叔的死，拿药酒啊打算害陈林，让白玉堂听见，一个大斜叉打这儿就给劈开杀。题诗是怎么回事啊？忠烈祠，忠烈祠啊，这是想当初救过皇上的命，扣珠扣成玉，皇上啊给他修了这么一个祠堂，每到初一十五来给他点香，要拜一拜，也就是象征性的吧，哎，那意思当初你救过我的命，修这么一个祠堂。白玉堂进来之后一看供了一个女的，他知道有这么一回事，狸猫换太子，在这个粉皮墙上提了一首诗，四句话，就为了缅怀一下这个寇珠寇成玉，说是忠烈保君王，忠肝烈胆呢保着皇上，哀哉帐下王，拿棍子打死了，芳名传千古，可不是传千古，宋朝的事儿咱现在来说还怀念他，什么结果呢？博得一炉香，最后那个香炉搁着，还不天天来初一十五给你烧烧香，你说你惨不惨？提完这首诗，白玉堂走了。夜无书，次日清晨，皇上里边杀了人了，那还杨上树吊着一个，这个事儿惊动太大，皇上睡着觉就知道这事儿，那还了得？升完早朝，宣包拯包大人，包大人上朝，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原原本本的告诉包丞相，让他来去破这个案。皇上到了忠烈祠，无意之中看见墙上写那四句诗：“忠烈保君王，哀哉帐下王，芳名传千古，博得一炉香。”找人把这个几个字儿踏下来，不是抄，抄完了字体就变了，喷上水，拿纸给踏下来，也交给了包大人。包大人一看明白了，认识这字，为什么？和白玉堂头脑开封纪检留刀留那四个字严查散冤，这是一个人的字体，包大人认识，他可不知道这人姓白叫白玉堂，他知道这是一个人干的，而且这个人不见得是坏人，他是坏人他不会为了严查散明冤，他要是坏人他就把我杀了，对不对？他这提尸，忠烈祠提尸，你甭管哪提尸，他能进皇宫证明他能耐大，他人不坏，他杀的官，官也是坏人呐、他是憋着害陈林，让白玉堂发现给杀了，那白玉堂能是坏人吗？包大人不知道这人是谁，这人肯定不是坏人，心里就装着这个事儿。皇上啊，皇上他不想这么多，半夜进皇宫，那要上我那屋撒尿去，那我也不知道，那哪受得了？不行，命包的人越快越好，
给我捉拿到这个人，让包大人去找这个人，在旁边48处都总管班班陈列，就是白玉堂暗中救的那位，48处都总管的班班陈列，皇上管陈列叫亚父，亚赛父亲一样，亚父就是第二个爸爸，管他叫亚父陈列，万岁啊，亚父万岁，要依着我说呀，这个人不是坏人，这您也明白不是坏人，别逮他，别逮，你一官面一逮捕这也不行，请把他请来，他可暗中救过我的命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我救过你的命，等于他救过你的命，不是你琢磨这玩意儿他有道理，亚父救过小那阵还小皇上呢，四弟仁宗救过他的命，现在这白玉堂啊他不知是谁，反正这人救过我的命，他要不把郭安杀了，我就让郭药酒药死了，各位这就是白玉堂的高明之处，他也不是故意而为之，可是无意之中他就围下了48处都总管班班陈林，把他这个人缘围下来了，这还了得，那说了算，皇上都管他叫第二个爸爸，你想想那得多大权势，别逮他，如果说见到这位英雄好汉把他请回来，那好吧，皇上听他的，好吧，包大人现在一定亲献去把他请回来，包大人领旨回到开封府，请回来也得请去，上哪儿请去，不知道在哪儿啊，他进皇宫我们都不知道，您琢磨琢磨，来无影去无踪的人，高来高走，飞沙走石，没地儿找这人去，那也得找，得留人看家呀，不能全去。开封府四勇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分波，王朝马汉一波，张龙赵虎一波，去找去，大海捞针，愣找啊，出门天天转悠去，也不知道这人长什么模样，就斩南侠见过一面，但是也没派展昭出去，就是王朝马汉一波，张龙赵虎一波，找线索去找这个人，找吧，哪儿找去、啊、瞎撞，撞了好些日子也没找着，正赶上那年4月28阴历，花神庙里边有会啊，现在也有赶会，过去更多，现在有什么物资交流会啊，什么会都是骗人的啊，啊，不赶这会啊，卖8块钱，一赶这会298，就这个骗人的就是。过去花神庙4月28，花神庙那儿有会，王朝马汉正好赶在这儿，会人多呀，他们分析，这个人甭问他准爱热闹啊，他要很内向的人，他能上皇宫里边吗？好热闹，兴许这儿有会。所有的人都希望上这儿来看一看，也许他也会来，咱上那儿看去，就去。他们呀也不是为了赶会，就为找这人来的。发现一个事儿，有一位光天化日、朗朗乾坤、强抢民女。书中代言这人是谁？不是外人，有一位坏人呐、啊，坏人，姓葛，叫葛登云。听过那出京剧《问敲闹府》吗？打棍出香，食材乔哥对我论打，老则名叫葛登云，就是他，葛登云的一个外甥，花花太岁，您琢磨他给自个儿起这名字，花花太岁，姓严，严公子啊，自己称为公子，他也在这会上抢男霸女，看那姑娘16、17岁，长得漂亮，有几分的姿色。带的人多，他带的人多，过去就要拉人家手腕，老百姓敢管吗？甭说那阵儿，现在也是一样，现在的老百姓啊不敢管闲事，说老百姓都没有爱心，都冷血动物，不是啊，各位不敢管，你只管完闲事他准讹着你，你怎么办？甭说别人，我就赶上过这事儿，而太多了，现在有这个网，有微博，您就上去看去吧，正面的很少，负面的很多，全是这个，我一帮助一老太太，她讹着我了，找我要10好几万，
你说给不给？给我犯不上，不给他不让我走，你怎么办？长此以往，人心都坏了。在那个年月就是这样，老百姓不敢管闲事儿，管完了自己挨顿打怎么办？他们人又多，势力又大，没办法，不敢。正在这儿左右为难推脱之际，看打东南方向来了一个人，胖大魁伟，往脸上看，面如生阳丹，紫微微蓝娃娃的一张脸，身上穿着绛紫色的服装。过去说书是这个规矩，脸色和服装的颜色是和谐统一的啊。有的人现在的艺人也是秉承着这个原则，脸色和衣服的颜色是统一的。为什么郭德纲老爱穿绿的？得统一，要不不好看。紫微微的一张脸，面如生阳丹，胖大魁伟不怒而自威。远远的打东南方向过来这么一位，一边过来嘴里喊话：住手！开封府啊，东京汴梁城可是有王法的地方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强抢民女，你眼睛里边就没有王法了吗？来了这么一位，这人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武艺之中的大爷，武艺之首，大爷钻天鼠卢芳，卢大爷到了，卢大爷到了啊！卢大爷怎么到了呢？您别忙，这说书没办法，一个人说呀，一张嘴同时只能说一个事儿，我要有四个嘴就好了，这儿说他，那儿说他，这儿说，但是您听着就乱了，没办法，啊，一会儿咱再说那事儿。卢芳到这儿，一看这种情况，卢大爷行侠仗义一辈子，本来就是个好人，他能不管吗？过去就要拦挡这个事情，别生气，你管不着，你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你来管这个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管不了，少掺和。你知道这女的谁吗？这是我们花钱买来的一个丫鬟，她跑了，跑就跑了，我们不抓回来吗？他说是他买的丫鬟，哪有这么回事儿？没这么回事儿，人家妈跟着呢，老太太跟着呢。哎呀，英雄好汉呐！我们姑娘不是他家的丫鬟呐，他抢的，我们跟他不认识，就在这个会上抢姑娘。卢芳这事儿能不管吗？过去跟花花太岁要动手，还没等动手呢，那边就来了管闲事的，当地也有叫弹压呀，就官面来回溜达，管管闲事啊。现在去巡警吧，也有巡警溜溜达达管管闲事。一看这儿打起来了，他们来事儿了，怎么也得看一看，管一管。卢芳卢的也多大能耐，花花太岁，他叫花花太岁，他能会多的功夫，三脚猫四门斗，那很了不起了，就跟说相声的一样，会不了几段，会一反正话，很了不起了，也就到这种水平，两下就让卢芳给制服了。可是您别忘了，他们人多呀，手底下有这么一位，此人姓史，史爱东的那史，单字名单也不好说，姓史，单字名单，哪个单呢？丹顶鹤那丹，叫史丹，念白了叫史丹。他手下的这么一位，自称英雄好汉，很了不起的这么一位英雄啊，手持一把铁棍，一看有人对我们花花太岁下手，太岁头上动土，这还了得？拿着大铁棍照着这位，照着卢大爷就劈过来。卢芳那是练武之人呐，甭说拿大铁棍，拿着刀到他过来都有金刀披风之声。各位咱听不见，拿一个大砍刀在空中这么一劈，有声音，带着气流，它有声音，何况大铁棍这么粗，一米多长，能没声音吗？卢芳侧身形闪过去，他是闪过去了，那花花太岁可闪不过去，照着脑袋上啪，
说句术语，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。各位您琢磨，万朵桃花一块开是什么感觉？郭老师讲话听完这个再也不喝豆腐脑了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，脑浆迸裂，打完了这人砰腾一声哗哗太碎，躺在刘平，再找脑袋找不着了，没有了，打碎。您琢磨这史旦这大铁棍子多厉害啊，史旦拿这棍子太了不起了，因为什么？他打人的时候他也含糊，连眼都没敢睁，闭眼打的。他要睁眼打卢芳躲开，他就知道闭眼一下，也叫他们的主人呢、啊、花花太岁完了，死了。花花太岁死了，史旦他能顶这个雷吗？他能顶这个罪吗？刚才说了，当地有弹压的地面啊，一看他们人多势众啊，卢芳能力再大，他一个人啊，这玩意儿有口难辩。他们人多，不我干的，他干的啊，都是卢芳他干的。卢芳说什么？不是我，说不清。人多势众，你要数量吧，这多少比一，我就一票，说了不算。弹压地面也没细调查，哗啦嘎嘣给卢芳锁上。给卢爹锁上之后，王朝马汉也在这会上，他们是开封府的五品。这个地方，这个花神庙在哪儿啊？祥符县，祥符县的县令、县官才七品，比王朝马汉还小呢。你琢磨他手底下的这些弹压地面的，那就更小了。王朝马汉呢，过来，他们都认识。来来来，那都走走，怎么回事？他，一直卢芳，他把我们公子打死了，你看脑袋都没了，以后再也不喝豆腐脑了，那精神补偿怎么办吧？死了。王朝马汉一摆手，别来这套，我们哥俩都看见了啊，我们是开封府的，我叫王朝，他叫马汉。那说对，我叫马汉，就别介绍了，我是王朝，他是马汉，我们两个人是开封府的，我们亲眼得见，跟这位义士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是他在会上强抢民女，这位义士是打抱不平，你们自己人憋着害死这位义士，人家一闪身儿，你们自己把自己打死了，怨得着人家吗？啊，这无用的东西，把锁链给解了，给他戴上，给卢芳铁链解下来，给史旦戴上。那没办法，你那怎么办？人家官大一级压死人，而且人家亲眼得见，确实又是这么回事，那没办法，带着史旦，带着卢大爷，那姑娘那就安慰两句吧，打不走了，老太太领走了，带着这二位就回到了开封府衙，回去了，回去咱就让他在开封府先坐会儿吧，喝点水，聊聊天，为什么呢？咱得交代清楚了，卢芳卢大爷怎么会来到了花神庙？这还得往回倒，我们叫小道笔，就是倒叙，因为这一张嘴啊，只能一点一点慢慢说。想当初，在这个陷空岛啊，五爷白玉堂走了，到了东京汴梁城，要找这个展昭、展雄飞去玩命去。他找他玩命去了，这边这哥几个放心不下呀。常来的朋友可能您还记得住，最早的时候咱们提过，比剑联姻结良缘的时候，这个卢大爷手底下有这么一位分水兽邓彪，因为过界打鱼的事儿，和这个墨花村的丁氏双侠打起来了。他们这么一打起来，不知紧要，南侠展雄飞正在墨花村呢，出来之后一块了这个事儿。对方呢是卢芳卢大爷出来了这个事儿，他和展雄飞可就见过一面。这么一述说，怎么回事呢？老五走了，老五走了很长时间了，我们放心不下，对下人管教不严，才出的这个事儿。当初有过这么一个情节。既是管教不严，你分心了，他是想找这个五爷白玉堂去，谁去找去？不能哥四个全去吧，县公岛得留人呢。
咱们说过这哥几个脾气不一样，老大为人很忠厚，老二韩章缺心眼儿，缺心眼儿就直脾气实在人，好抬死杠轴子，你告诉他往南走他就往南走，走一礼拜也不回来，南边有个墙的顶住墙能站俩月不敢走不敢拐弯，因为什么人告诉他往南走了，死心眼儿，就这么一位老二。老三，老三是愣子，三爷徐庆，四爷蒋平，贼不刘华，十五根胡子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七八一十五根胡子，蹬下来一根，再长一根，多一根都没有。就这么五爷锦毛鼠白玉堂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，这么一个主，说让谁去？老三徐庆说：“我去吧。”你不能去，你缺心眼儿啊！你去还了得？你去甭说他，连你也回不来了。老二韩章说：“我去，你不行啊！好，你还不如他呢。”你去，万一有人告你往南走怎么办？不撞南墙不回头，那哪行？你说不行。老四蒋平说：“我去吧。”你不行，你去了你能反喽？我告诉你说吧，你能把我们老窝都端了。你去不保险，这怎么办？哎，大哥，这么着您看行不行？您留守，我们哥仨一块儿去。戴卢芳一琢磨，好吧，也只可如此了。啊，你们这仨人里边什么模样全有，反正啊，高的高，矮的矮，胖的胖，瘦的瘦，丑的丑，俊的俊，有聪明的，有缺心眼的，有实的人，一块儿出去互相帮助，走，决定让这个老二、老三、老四这三位到东京汴梁城去找五爷白玉堂。刚研究好这事儿，不能马上就动身呢，起码得收拾收拾，打点行囊包裹，然后才能动身。奔东京汴梁城，刚决定好让这仨人去，正然收拾东西呢，听见手下有一个家丁禀报说：“报卢大爷，外边来了一个人，串门的。”卢芳得问问呢，谁呀？这个人呢，说是跟老五啊，跟五爷是朋友，我不认识他，要不把他叫进来跟您见见面，好吧？把他请讲进来，请来之后互通名姓，这人是谁呀？白面判官柳青，姓柳，柳树的柳，白面判官，长得模样脸白，怎么这么白？气死头长雪，无让二位双，亚赛的头号的高白面了吧？啊，原来是洋白面，有崇洋媚外之意。罗荣寿先生改为高白面啊，就说长得很白，白面判官柳青。这个人是干嘛的？按江湖上来说，这人并不怎么高雅，不怎么高尚，下五门的门徒，专门发卖熏香蒙汗药，盗取婴儿紫河疮，就是现在卖摇头丸的，就是贩毒的，就这么一种人啊。谁的徒弟呢？九头狮子甘豹的徒弟，甘豹的夫人叫甘妈妈，两口子专门做这个熏香蒙汗药，就是干这口的。他的徒弟长得漂亮，白面判官柳青，哎，不认识，谁也不认识。自我介绍啊，这位朋友，听说您跟我们老五关系莫逆啊？那没错，我跟五哥关系不错。他还得管白玉堂叫五哥，岁数小，我跟五哥很好。您是啊？在下卢芳啊。您是卢大哥啊？耳闻，有耳闻，有耳闻，很了不起的人物。五爷在家的吗？不在，不在，我跟您说也行。是这么回事，您知道皇上一个老丈人叫庞玉，知道这人吗？想一想，庞玉啊，庞玉怎么是他老丈人呢？他们还有这层关系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庞玉不是他老丈人，庞玉是他小舅子，是吗？反正他们都姓庞。他老丈人六十大寿，六十大寿啊，有人给他送寿礼，谁呀？这人不是别人，
他的女婿，他女婿姓孙，叫孙荣，女婿有个儿子，就是他外孙子，给他送寿礼，八盆花，八盆花啊，上面都是字儿，写的什么字儿呢？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这花盆里边有花活，有万两的黄金。我是这意思，咱们都是行侠仗义之人，咱们要义结生辰纲，这东西叫生辰纲，也叫生辰道。大家听着《水浒传》里有生辰纲，只要过生日送礼的那都叫生辰纲。咱们去结这个生辰纲，那多少钱呢？反他也是不义之财，对不对？哎，咱把他结来之后，咱不要这钱，咱给老百姓分一分。既然五爷不在，大哥，您能替他做了主，哎，咱一块儿去干这个活怎么样？苏中腕表卢芳卢大爷那是什么人物？他能点头干这种事儿？你再不义之财，有官面管着，我们劫他，那该哪道？我们也不对。他那钱来的再不地道，也不能由我去干这事儿。哎呀，这位朋友，我们出面干这种事情恐怕不妥吧？给人撅回去，还有什么不妥的？大哥，这是发财的机会啊，咱留一部分给人家穷人们发一部分，多好啊！乐善好施嘛，施舍施舍。哎，施舍咱们可不配，施舍不配，无奈有一劫呀。富家有臭败之物，贫家无割粟之粮啊。跑有飞鹿，鹫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也有饿殍，此帅兽而食人也。曾子曰：“不能饱汉子，不知饿汉子饥。”这是曾子说的，马三立说的啊！不要来这套，我们不去。好，打今儿开始，您走您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。我看这个五哥呀，交朋友啊，嘿嘿，也没长对了眼睛。教你们这帮懦弱无能的人，我走。几句话他倒不愿意走了，他走了，跟大哥卢芳这番对话，二爷韩章、三爷徐庆、四爷蒋平可都听见了。他心里话：哎呀，大哥，这事儿怎么不同意呢？这咱得去呀！哎呀，你这不急死谁吗？你这发财的机会！哎呀，你这人这真是要命，跟他那拜把兄弟真是。哎呀，那也不能说明啊，大哥明明反对，大哥要不咱去吧，那哪受得了去，反正刚说好了去找白老五嘛。大哥您看，我们都收拾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走了啊，我们可找白老五去了。大哥也心烦，好，你们赶紧去，快去快来。哎，得嘞。三位出来，白面判官柳青没走多远呢，这三位把柳青给追上了。哎，柳大爷，辈儿都乱了啊！见钱辈儿都乱。刘大爷，刘部，刘部，刘部。哎呦，哎，您三位有事儿？哎呀，您三位有事儿？您刚上我们家去过，您就忘了我们？您可能没注意。我呀，我叫蒋平，他叫韩章，那胖子叫徐庆。我们仨呀，跟白玉堂啊，把兄弟。我老二，他老三，他老四，这都是把兄弟。刚才你跟对话那是二爷，大爷卢芳，我们哥几个拜把子，现在我们后悔了，后悔跟卢芳拜把兄弟了，所以他的话不能代表我们的想法。结这个生辰纲不是啊，我们跟你去，行不行？那柳青一听，那能不高兴吗？好好好，你们跟去啊，好好，咱走。这么着。他们没上东京城去找五爷白玉堂，上安徽了。这个孙荣的儿子在安徽呢，给他准备这个寿礼，从安徽运到东京汴梁城，给老太师庞吉过寿。他闹不清楚叫什么，以为庞玉，庞玉那是陈州放粮，早就炸了，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儿。他们几个人没去找，大爷作家着急。给他大爷自己留这儿了，着急啊，越等越不来，这怎么回事？把送殡的也埋坟里了，人不回来，找人的也回不来了，着急。这么着，大爷卢芳把家里的一切事物安顿好喽，从这陷空岛出来，他是直接奔的东京汴梁城。
到这儿来帮助找这个五爷白玉堂，同时也找他那个二弟、三弟跟四弟，找人的哪儿去了？他来这儿找人嘞。这么着到花神庙碰上这个事儿，啊，让这个王朝马汉给带到了开封府。他们来，那就说生辰纲到底结了没有？结了。那个现在咱又来不及说了，一会儿咱再表生辰纲的事儿。带过来之后都不认识，谁认识卢芳？可是这些人救南侠展雄飞认识卢芳，可是还不敢直接问啊，您是不是卢芳啊？来不承认，我不是卢芳，我是田立和。娜娜，田立和是说相声，不能这么问，得炸他。想好了办法，进屋之后，卢芳在哪儿？带刚带进来的。虽然说王朝马汉给他做保，他不是杀人凶犯，不是滚马强盗，那当事人之一啊。带哎呀，假装熟，不熟假装熟，其实就见了一面。哎呀，哪阵香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哎呀，您不是卢大哥来了吗？您嗨，就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几句话给卢芳说愣了。你要是问他你是卢芳吗，他就有可能怀疑，不认识他才问他，这不是卢大哥来了吗？卢芳赶紧站起来，这是厚道人呐，站起来抱拳拱手，哎，您是，您怎么不认识我了？这又得翻瓤子啊，就再说一遍，就是当初比剑联姻，分水兽邓彪怎么回事，见过一面。当初呢不是咱们见过一面，我跟着丁氏双侠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是我俩大舅子，对不对？你想起来没有？哦，一提我想起来了，有这么一位，确实当时那就是您。您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姓展名昭，字表雄飞。不听这句话还得罢了，闻听这句话，卢芳机灵灵打了一个寒战。原来他就是这位玉茂，这就是老五的仇人。但是大哥懂事儿啊，他比那几位年长啊，他不像老五混着蛋的，人叫玉猫你叫耗子，人就是对你就有仇了。他明白事儿啊，展老爷啊，您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，这个事情按说与我无干，但是我既然来到这儿了，我就想跟您聊一聊。我有一个兄弟，此人姓白，名叫白玉堂，跟我是金兰之好，拜把子的兄弟，最好的朋友，情同手足，情同骨肉一般。我想跟您打听打听，白玉堂啊，年纪比较轻，性格孤傲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。据说呀，这话没法跟您张口，据说到了东京汴梁城要找您拼个你死我活，因为您呐，官封玉猫，江湖人都知道，我们哥几个称为江南五鼠。这么说，您把五爷给得罪了，他找您玩命来了。我想问问您，他没把您怎么着吧？不说这还好点，一说这个，展昭可坐不住。哎呀，大哥呀，您不提这事儿，我正想问您呢。我想跟您打听打听，这个白玉堂现在在哪里？两边都找不着，展雄飞就觉得我逮着大爷卢芳了，他们是跟亲哥五个一样，那个他们联系肯定比我联系方便的，大哥肯定能找着白玉堂啊。我先感化了大哥，让他帮忙找白玉堂。没想到他还问他，甭问，这卢芳也不知道在哪儿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这事儿不好办。这么办，您先跟我呀去见见包大人。卢芳说，我要见包丞相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这样去见可不行。甭管怎么说呀，我是应这个杀人嫌疑人这个罪来的，对吧？但花神庙出那个事儿，我是跟那个案子来的。这么办，给我带上家法，我去面见包老丞相，证明卢芳这是个好人，对吧？我是应了那杀人案来的，我是犯罪嫌疑人，甭管是不是我干的，无私也有弊，你给我带上点手铐啊、脚镣啊、脖锁啊，你给我带上点，我跟你去，好吧？简简单单的，
带到了包大人的面前。这要过去说书可就麻烦了，各位，花生庙那点事儿怎么回来怎么审，祥符县县令都得到场，那得升堂审案。咱就简单的一句话把这事儿带过，王朝马汉跟包大人已经回禀了，我们在跟前都看清楚了，跟这位义士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他是当事人，跟着回来调查调查。杀人的那人呢就是史丹啊，史丹，我建议您就搁在闸里给闸了就完了。包大人说好吧，啊，听你的。搁狗头闸里康康把史丹闸了咱就不提了。这边呢带着铁链子把卢芳带过，带着卢芳，卢芳路上就琢磨，都知道包大丞相是个清官，昼断阳，夜断阴，定远小县断无盆，清似水，明如镜，黑茫茫乌纱罩顶，明晃晃玉带缠身，了不起的一英雄。哎，到底什么样，是不是清官？后来他一英雄一发挥这英雄气概，没事也把我扎了，我受了受不了，看看去吧。带到了包公的跟前，包大人一看，哎，别给锁上啊，赶紧把刑具给他挑了。因为包公都了解好了情况，对不对？了解好了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刑具挑了。这一挑刑，大爱卢芳暗挑大指，佩服包大人，这是个清官好人，跟他了解情况，平起平坐，在相爷的面前能够平起平坐不简单。因为什么呀，包大人知道这位不是，还不知道叫白玉堂呢，知道要找的这位不是坏人，他能提供线索，这不是好事儿啊。您展昭暗地里头把这个情况就交代给了包公，说这位就是哪位啊，那位叫白玉堂，白玉堂的哥哥来了，没找着白玉堂，找着这位大爷卢芳了，您跟他了解了解情况啊。好，我问问你卢义士，你的五弟现在呢？不知道啊，我们也不知道。这么着，您没有罪啊，现在先说清楚了，您没有罪。花生庙这个事儿您不但没罪反而有功，您是为了创建和谐社会啊，您还受了一点冤枉啊，应该政府给您来个锦旗，而我们又没那经费，因为我们这是清官，没有经费弄那、啊、现在啊开封府您想来就来想走就走，您呢、啊、有一个任务，帮助我们找老五，您要是能找着老五，那您是奇功一件，找不着没关系，到点回来吃饭，到点回来睡觉，随心所欲，想门来门，嘿，可以不可以？只要您找着老五，怎么都好办。您跟他是拜把子的兄弟，金兰之好，我们跟他连认识都不认识，好不好？相爷，既然您有这个话，我只能做到尽力而为，尽我最大的努力我去找你，因为我也没带手机呀、啊。不，他说有那阵儿他没有通讯设备，你找不着我也找不着，我比你的优势就是我见过他，我知道他什么模样，你说这茫茫大海我哪找去、啊、尽力而为好吧。赶紧摆饭吧，吃完饭了您赶紧行动，越早越好，找到白玉堂。既然您让我找的话，那我也就不用吃饭了，行侠仗义的人一般都是昼伏夜出嘛，天擦黑了他也该出来活动，现在我就去找他，尽快我给他带回来，说动他能够上您这儿来，行不行？既然如此不跟你客气了，请便吧。卢芳出离了开封府去找白玉堂，不好找，哪儿找去啊？随便我告诉各位啊，有一位叫这个孙凤英，各位您收敛，您给找一下，上哪儿找去？没那么个人，您哪儿找去啊？白玉堂是他弟弟，上哪儿找去？没地儿找去，没辙，正在马路上闲来游逛，碰见一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此人姓白，名叫白福。白福是谁？想当初咱们说过去了，三吃鱼那回书目，给白玉堂送银子的那个人，白玉堂手底下那一位，白福家人。白福知道白玉堂在哪儿，这就叫无巧不成书，不雕不成词，巧合，所有评书都是巧合。那人说没有巧合，
这卢芳出来找仨月没找着，又给仨月又没找着，找一辈子没找着，咱书就甭说了。无巧不成书，哪一部书必须要有巧合，不雕不成词。你这个比例啊，就是说文笔要不犀利，您这个文章好不了。无巧不成书，不雕不成词。见到了白福，白福啊，一看哟，这不是卢的爷吗？卢芳一看白福，卢芳乐，他跟白玉堂形影不离。哎呀，白福啊，见到你我就见着那窝头剃了，赶紧告诉我白玉堂在哪儿。好，您来找我五爷来了，那不能不告诉啊。他现在住的庞吉的家里，您上哪儿找去？住太师家里头，文昌阁太师的书房。哦，你头前带路，他把他领到白玉堂那儿，这不就很简单了吗？带到了文昌阁，白玉堂也在屋里也纳闷儿，一看哟哈，你大哥来了，他纳闷儿，大哥，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老五啊，咱们兄弟原来啊天天见面，耳鬓厮磨，不离寸步。现在想见你一面是比登天还难的，实话告诉你，我连包的人都见着了，我就见不着你啊。要不是看见白福，我还不知道你在这儿，难得你怎么想出来住在太师府里头，这等于现在住的公安局局长的家里头，你这玩意儿哪受得了去？难得你怎么想出来的住这儿？大哥你外行了吧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谁抓人也不敢上太师府里抓的。他这书房啊，我打听好了，三年五年他也不进来一趟，桌子上的土都这么厚了，嘿，这地方最安全。大哥您找我来干嘛吧？老吴啊，实话跟你说，我在陷空岛的时候就都听说了，你可是给陷空岛啊，给我卢家庄露了大脸。卢芳都听说了，头道开封纪检刘道，二道开封石经赵虎，进皇宫提示杀命夜钓何长喜。好家伙，卢芳听说的时候浑身都哆嗦，哪条都够死罪。好，这哪受得了啊，这都是他兄弟干出来的。老五我可都听说了，开封府我也去了，我也都知道怎么回事。现在我实话跟你实说，把这事儿挑明了也好，包的人让我呀来找你，我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把你找着。一句话，你跟我呀去面见包的人。老五一天他不干，大哥，我跟你去见包的人，咱们什么交情？咱们一个头磕的力气，咱们是把兄弟，把兄弟跟亲兄弟没有什么区别。您见了包的人，我们知道了。您在花神庙里那点事情我们都知道，书中代言他知道，知道真知道。白福给送的信儿不是，街面上都嚷嚷动了，二爷韩章，三爷徐庆，四爷蒋平，怎么样，结完了生辰杠也早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。花神庙的时候那哥仨都在场，白玉堂也在场，就是谁也没看见谁。怎么回事？在高处那么一看，大哥让那个官面给带走了。刚才咱提到了王朝马汉不是喊了吗，我们是开封府的，那哥几个全听见了。他们前因后果进开封府之后怎么回事可不知道，他们就知道大哥让开封府的人给抓走了。大哥我们知道开封府把您弄走了，跟你说了什么话我可不知道，现在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，那意思我跟着你回去，回去之后呢你把我往他们那儿一交，我是死是活当然你是不管喽，你弄好再弄个一官半职的你算行了，混整了，对不对？嘿，这就叫卖友求荣。大哥您这辈子可没白来，嘿，出卖朋友的事儿您都能干得出来，那就甭犹豫了，论功夫你打不过我，可是论这个辈分你是我大哥，我不能跟你动手，那怎么办呢？谁让我当初一个头跟你磕着地下呢？实话告诉你，现在我后悔了。这卢芳也倒了霉了，
那哥仨后悔了，他也后悔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后悔了。那没有办法，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。你不是想把我绑到开封府去吗？行，那就有绳子，过来绑。是五花大绑啊，还是绑前头啊，还是绑哪儿啊？你随便绑，我听你的安排。一听这话，卢芳心里如同刀子扎心一样难受。他不是那份意思呀，兄弟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那份意思。你没有什么意思？嗯，别说那没有用的，没有什么意思，没那意思，你能找我来吗？哦，让我跟你去，你不就为了做点官吗？那有什么的？要没那意思，你找着我，咱一块儿回县通岛，或者你帮助我找那个展兴飞，咱跟他玩命，那是咱是一头的。你都帮着开封府逮我来了，还没那份意思呢。你说让卢芳怎么办？本心他是为了老五好，他是为了跟包丞相、跟展昭见见面，把这事儿说开了就完了。他相信老五不是那个不明事理的人，老五就这么认为，就误会他向着开封府，不向着自己兄弟。怎么办？走投无路，没办法。卢芳左右为难啊，有首歌叫《左右为难》的，就给卢芳写的。实在没辙，好吧，五弟，论嘴茬子我斗不过你，啊，论能耐你比我大。我就再问你一句，你跟我走不跟我走？跟你走啊，那不有绳子，你捆上我呀。哎，既然如此，算了吧。说了句算了，带卢芳出离了文昌阁，走了，不管他了。他是想感化他，让他跟着去，把这事儿说开了。老虎这意思不是想跟他去，那是心里生着气呢。这能带他去吗？不能带去，没辙了。在路上走着走着，心里也烦呢。你说我这一辈子，我们家的地盘，县公岛是我们的，卢家庄，结识这么哥几个，原来以为我还挺有威信的。老二、老三、老四，这玩意儿走了，走了，甭问别的，我猜都能猜着了。他要找老五去了，他肯定比我到的早。怎么那么巧？那个柳青刚走，他们也走了，一直没见面。他也想到这一点，老五这儿好家后悔了。得了，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，走投无路，我呀。上吊自杀，自绝于人民，我就算完了，死了得了。找了一棵歪脖树，找几块砖头，那阵没有砖头啊，找几块石头垫脚，裤腰带解下来，拿个套系好了，抓着绳子套，套外是羊，套里是阴，勒上就死了。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啊，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啊。他心里就不难受了吗？他也难受啊，这就是交朋友换来的下场。我是一心一意为了他们哥几个，呵护了他们哥几个，不能去接生辰岗，不能犯那种错误，不能去找官面，找这个展兄飞打仗，不能跟他怄气，左右逢源，我得给你们化解开这个矛盾。你们都不理解我呀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没有办法，万般无奈之下，眼朝着陷空岛的方向，扑棱一声推金山倒玉柱，跪倒身形，梆梆梆磕了三个响头。对不起我的祖上啊，我卢芳就葬在这里。登上这个石头，一拉绳子套，这就叫上吊自杀。刚往脖子上这么一挂，有人救驾，谁救他的？我。我不能让他死，他死了我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我不让他死，他就死不了啊！我让他死，他那一会儿就搁闸里就能闸了，那屎蛋不就闸了？对吧？出来没一分钟给闸了，你这玩意儿！我不让他死，他死不了。有人来救他，从后边把他后腰抱住，啪嚓的就拽地。哎呀，卢铁心里烦，
活着受罪，死人也受限制，上吊都吊不成，啊？哎，打哈欠、扭腰、打屁股、岔气儿，前两天放屁把脚后给崩了，吃糖饼烫后脑勺，太倒霉了。哎，谁呀？回头一看呢，这人个儿不高，五短的身材，很瘦，15根胡子，7根朝上，8根朝下。哎呀，面色蜡黄。四爷蒋平，蒋泽长道，一抱后腰给拽了。蒋泽长也是无意当中走到这儿，看见这个情况。那说蒋泽长怎么也来了呢？咱又得有一个小道理说。二爷韩章、三爷徐庆、四爷蒋平，这哥仨去劫这个生辰岗，劫了，到那儿劫完，劫成功了。他们是以什么名义劫的？他们哥仨加上白面判官柳青，打着什么幌子？打着开封府王朝马汉、张龙赵虎的幌子接的这个生辰岗。你说缺德不缺德？把这个压生辰岗的人呢，拿酒给灌醉，酒里边就有熏香蒙汗药，这药他们不抽，为什么？有白面判官柳青专门叨叨这个的，下午门啊，专门发卖熏香蒙汗药，盗取婴儿紫河车。紫河车现在来说，这是一种药材，啊，你看中医一般开药，补元气的有这味药材。过去来说，行侠仗义的人一般不这么干。柳青他有这个药，所以来说拿这个酒啊，给这个押生辰岗的人灌醉，不是醉了，里边有药啊。所以现在咱们要坐火车，有陌生人给饮料，千万别喝啊，喝完您就糊涂了，就不省人事了。这边结。结完之后呢，刚才咱还说了一个岔头，去找白玉堂。王朝马汉是一组，张龙赵虎是一组。张龙赵虎这组啊，跟王朝马汉分开，赵虎心眼多，他憋着怎么着，微服私访。你说他是赵虎呢，他心眼不多，心眼不坏，他能让白玉堂拿石头打一下子，心眼坏，微服私访，找那个要饭的穿的衣服，那么两事儿。自己穿上装要饭的，他装要饭的不行啊，人家老百姓都认识他。您看说四爷怎么混整了要饭了啊，可能是贪污了，让人给轰出来了，都认识他，你装什么要饭的？还得弄点泥啊，弄点草啊，多糊脸上，你这管什么用啊？他就这脾气。走着走着看见冷啊，冬天的十冬腊月，大雪纷飞呀、啊、鹅毛大雪呀、啊，冷啊，早知多穿点要饭，有多穿的，早知多穿点的，没经验没要饭。一看前面有一棵树，大树，火烧塘，或者说年深日久啊，虫子咬空了，是棵空树，空树藏孔，孔进窟窿，窟窿孔，孔出窟窿，窟窿孔，是棵空树。他想我上这空树里边啊避一避雪，里边呢起码比外边强啊，但没有这么些雪。刚往那树那这么一走，一看呢，好，树窟窿里边有一个，也是要饭的，这位可不是微服私访的，真要饭。赵虎一看他，他一看赵虎，乐了，哎呀，完了吧，来晚一步，这地儿不错，我占了。嘿，你看要饭的，别看他没钱啊，还挺有学的。一看赵虎这模样啊，做了四句诗，开始赵虎。打油诗，合辙押韵就得。说是天上的大雪呀、啊，赛鹅毛。你这叫什么诗情？还有啊，天上的大雪呀、啊，赛鹅毛。我身披着稻草，头顶着个瓢。今天我得了安乐地了，嘿嘿。我看你这个小子怎么着？这叫什么诗？你这玩意儿？哎呀，要不怎么不能说定场诗就在这儿呢？没有学问别说诗啊，你看就不如我吧，我这完美，别看我要饭没有烦心事儿，要饭要饭我能要来吃的，我就不饿，在这儿我起码我就不冷，比你强吧，你冷，你看冻得跟兔崽子似的，我不冷，这就比你强。哎，我这个心态最好了，嘿，闲来没事儿出趟城西，瞧见他人骑马我骑驴，劝人方，劝人扭下回头，还有推小车的饭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
知足者常乐，我这人心最宽，不知足能要饭，对，心宽，心宽体盘，你还挺有学问，一般都念心宽体胖，那是个错字啊，心宽体盘，多音字，盘不当胖讲，当舒适讲，啊，心一宽了，身体感觉很舒适，不是心一宽就大胖子。其实刘源心眼小极了，跟那没关系，心宽体盘，我就心宽，甭说你了，你也不如我，开封府的包大人怎么样？他还不如我呢。赵虎一听怎么着？包大人不如你？啊，不如我？你当我说瞎话呢？我给你分析分析，您是不是不如我？我是吃饱了睡得着，包大人我估计他连觉都睡不着。怎么呢？怎么呢？开封府最近发生多少事儿？老百姓都传开了。我要饭的，我可哪儿都去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有一位闹开封的队伍，纪检刘刀队伍，包大人枕子上插把匕首钢刀，上面写着四个字：严查散冤，对吗？